请的是沙比还有布尼，他们是在那边录三年的时候，姐姐，哦，第四代，对，霍松安家族的第四代。刚刚有讲，前面有讲到，今年的第五代带有回去，那我们掌声欢迎沙比跟布尼。沙比，然后叫布尼。那讲到那本录呢，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去过的，所以那时候上去的时候是我妈妈上去，然后呢，在我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我离24、25岁大概只有一年而已，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去内本路，那上去的路程真的是很遥远，非常非常的遥远。那边给我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无法想象那时候我们的老人家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下生存。那好了，我就直接唱歌好了。谢谢。那第一首歌我们就带来这首《咕噜玛哈回家吧》，完全都是不容易的。心寒。